搁这买猪肉都是大茬，昨天花哥卖了4头猪，搁这卖了3头半，或者上集卖了半头猪。天冷了，猪肉卖的挺狠，这来的都是疯子，看看今儿华哥卖的咋样。那天你不连着称着呢，那干的。这样的，大月牙骨的，那个没骨髓。哎呀，我嘴。哎，会算啥呀？收摊上省点钱呢。哦，我寅你会算命，给我算算。那两下不是人常算吗？那二几年，这些动物实在长得不好吃。那那是。拉瘦点，拉瘦点。行。那回家都给单独拿去吧。回家老两口吃不也去一下。去呀，哎，少拿点，这些够不？啊，你那可吃不了。我有个老哥得弄瘦的。哎，这块肉咋样？吃的？35。排骨18。这也调了中吧。得一块上够了，好，七十没人，9块。这个8块钱，分析收款13元。哪个这排骨？这排骨有人要？有人要啊？对，我妹这要。热气腾腾的，热气腾腾。都热气腾腾的，这大骨头必须得带着。这是尾骨，175。要着不？行。要着，费用给多了。瘦肉，就是吃着嫩一点的地儿。但是里脊不要啊，里脊它不好吃，炒。外脊不好吃，梅花肉行吗？也行。所以肥给你打一下。嗯，肥的给它弄下去。哎呀，太肥了。不肥了，不香了。把那肥膘多弄一点儿呗。那必须的，你瞅着。啊，喝着好不？就这一点，带一点啊。这叫梅花肉，喝着记着你买肉。再来点瘦的。再来多少？再来点。排骨多少钱呢？18。18。越瘦越好的呗。嗯。再来多少斤？啊。来个3斤5斤的。行。那肥的可能弄下去啊？没有肥的，没看镇着拉都没给拉。哥说你不要肥的，这我给你镇了。这下边有哪个都得有点儿。哎呀妈呀，那你不行，那下边太肥了。妹子哪能不带一点儿？哥说的都得有。150这个豆角这啊，对，这175，这150，上80。嗯，哥多要钱你都不吃。我没听着，我都没听。是啊，臭名家伙都找他了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325。325。再来个一两个小姐。嗯，还挺贵的是吧？始终是讲的便宜了，头刚到。还便宜了你？收120块钱，你别说。妹子，老婆。因为你不是肥肉，我在这给你拿的。哎，你要菜凉了，咱给100的，我也不找。刚才那个小弟多少钱？325，18个肉。就我这120。哎，好嘞。我这玉啊，不是玉，玉他妈收了100。不能来了，来不着呢。招呼闺女招惯了，得没招呼闺女。招呼闺女得给我一脚。大哥的钱给了，别再给要，太尴尬，再要。我在这干啥？去到这里去两斤。完事我给你搞，阿姨啊。我给你来别的，我给这都拿着，把你先收完的。把皮一下好不好？好。35的吗？好好好。排骨你稍等会儿。这嘎小龙虾排骨多好吃，前上。微信收款35元。这嘎是梅花骨，好吃的。来来来，给你钱。70的是吧？我
这个这个比那瘦多呢。嗯。我买这个分他家的，来大标的，再吃小标，来小标的，啊，好不好吃？这条。那块也行。来一块，然后。嗯，行吧，这块行吧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老拿多少？嗯、要多些。相声性打得好看，不是说是，哎，水浒战略的，这哪一斤呢？干几斤？打个二斤左右。二斤左右，这些中国大哥。你看我一个等大姨，大姨不来。哪儿的腰牌啊？45中国。这叫开船不等客呀。来，给我腰一斤，反正我天天。哎，好了姐。来，先给我这腰一斤吧，一斤多点也行。好，大哥搁这儿唠。一斤，妈去！不，明天早上，明早再来。明早还来？对，多冷啊！天天遛弯，天天遛弯啊！你搞20。也一斤多点中吗？哎，恭喜收款45。要一斤太多了，有点话拿着费劲。12个大刀，要一斤呢？52。你等会儿，你练要吃那筋头巴脑的，还得吃半斤鱼的。大姐装个兜，你我黑大哥的有数。你看那卖鱼可没事，卖咱这那一个大。这样带油的都中大棒。恭喜收款20元。这样带一丁还都满不了油。来这一个中吧。这34的。那外皮，多好啊！那外皮完给我。好，这数是推牛的。的你猜多些？40的。不知道。88块，这块7.5块，给你添加90了，大哥，21块钱要不？行吗，大哥？啊，90，4块，够不这些？嗯，没有累地方。那边一斤，不要了，搁这。中中间，你要不？那管那边切。8块钱要不？12斤，好，二斤多。恭喜收款90元。12斤，多的少的，大哥，这种哪拉大这种？30，好嘞，这种不错的，你说那边不好吧？不是不好，我那边弄也和那边好，我弄下你也要着，你不是这边吗？你瞅着，这边肉嘎过，你看你我没我说我都差一招了，你。恭喜收款，哎，30元。我猜的可准些了呢。这叫前朝梅花肉，行吗，大哥？恭喜收款，25元。恭喜收款，我白夸我大哥了。我白夸我大哥了。我要这个，亲哥呀，这真是我老贾一家的，哎，给90。你哪一家？他哪一家呀？哎，我你都加我玉的家，还吹牛干呢？明星，你是大老家的吧？多少钱一斤？这一条都要了。下串去。对不，大哥？都中买羊肉了。这还用我大哥支撑？没关系，知道。因为俺早去也没毛头，人说咱可主肉，所以说我早没去。别的还要不，大哥？别的不用了。好，170。高太多了。你看哪有标啊？上回标打下去了，你下边过去了啊？没啥串，哎呀，没事，大哥，这上回肥打下去了，大哥，9块，你到这5花去了，你大样打的这5花肉了，这多少钱？来多少油啊？13，人家买的就5花，买这5花上头5花多好啊！就买这一条，这样的价钱，您不来一块吧？一头牛啊，还中了，来这一块，拿着白薯，大姐80，大姐。大姐80，给那来，给我，给我，哎，你看，给我，你把穿起来，这咋一溜？这嘎嘎一溜，真不都拿的？鲜香，大哥多好啊！上南到南那要哪一个？买青菜那嘎达，那嘎达就是有一个小，是我老板，哎，好了，你是还背着？五的，多少条啊？啊？这是12啊？啥？这青菜，人说还去皮的。喝啥你那真正是大把的碗酒，但我喝3把碗，哎，我喝的脑都脱了，快放膀子了。
我先给你弄蒙刷给你去得了。跟蒙煤烧炕跟咱家不一样，大哥，他是给这风楼里打菜，这屋里都热闹。是啊，得叠不烧炕，得叠好烧火。你带绕啊？没有了。大姐，咱是为了干啥呀？那钱干啥用呢？啊？这三块钱大碗酒，天然的用吃啊。师傅，大夫找我姐拉完了，哎、王婶给你拉啊。哎呀，人家真吃。我要这路收的。要这轮车的，嗯，要是给你，走，要的，这一嘎够不？够了。好，大姐给40。去哪呢？哎呀，真来，真的啊！再来呀，20块钱一桌。那不是再来20块钱啥样的？五花肉，搁里一块炖。走，这我看这是跟那猪窝一样的呢。不一样，白给吃。大姐，你吃出俩饿了都不要钱。那猪肉哪吃出来了？啊，白给吃。新的，哥，这都是猪，不要那个了，我不要那种天了，搁这给我拿吧。这给你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搁这上拿吧。瘦肉还不好。越给你好肉，你越不要。我看这怕不是那个猪的，到我跟那时候再来20块钱腰排吧。先给他来吧，我来20块钱腰排跟那什么。给我来一个。我也不找钱，猪肉先搁你的。哎呀。来，好不好，姐？我要给一大兜子，给100。哎，我说这姜没有啊。这两个小零肉给你。你早说呀！我这给钱，你要你我中姜的，要100了。那个13块，这回拉中吧，姐。那不是要那个那肉多少钱呢？好，那我给大哥拉了。肉也是100的吧？肉是100，那多5块钱没要。203是吧？那肉好像跟这不一样似的，哪一个？那个搁着那个，就这猪上的有啥不一样的？大姐，你说哪个都不一样？头是有一样。我刚才这枪伸着，红肉多黑呀！本期收款200.30。好了，大哥，怎么这你拿着是来这个扫码吧？要给我来点排骨，也是跟那上来的。来点肉，我说够不？排骨这还不有呢吗？2.30多好，这肉好不？是那上提亮，肉13，10斤130。中了多2块，不要了，备着。大哥呀，50几？你呀，64吧？你都64了？你们忒年轻，我这我到市里呀都看不准这人。卖那个卖坏都是回头话，你说不？其实不爱听，来个50。先开始说多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最不好意思了，真就唠嗑这买卖。我就。这买卖这回头快。大哥，你看摊都不都会结了。40岁的了，人家长得就年轻，你光唠嗑就不卖肉了。搁这给我贴排骨啊！大哥，你要光过来唠嗑，咱俩待到12点都不带兄弟。要不你不信，咱俩待着。他有的还不跟这饭老弟买去。那可不跟你打。来，搁这上给我来点排骨吧。3块钱一斤。来个啥？排骨没有。这箱子。今天那个啊，咱们有啊。你要说腰排肉有。那要排骨咱们有，那个都有吗？这还咱没有啊。排骨人家大姐都要着。在这等呢，是不？那钱咋刚剃下来？贴了我这腰那个腰的。买的钱长的剃的，你说有啥不一样？来多一斤。这个一百一十五，这行。你赶紧，咱这都纯雪浆，你吃一回能。3块呀。他得正经，矫情不怕，咱不怕矫情人。好，80，姐。